想爱上你。I'm in love， 虽然有一点不确定，好想爱上你。你说爱我的夜里，爱上你，爱了我。很喜欢喝酒哈，没有，酒是你的饮料对不对？不对，我不太喝的，我那天不太喝酒。他真的不太喝酒。谁最会喝酒？安青云啊，还有谁？你不用问他，他本身你一看就知道是酒瓶嘛。你们不要跟我说你们都不太喝啊。马斯卡他真的不太喝呢。除了马斯卡以外呢，你们都不讲话，叫我一个一个问，你喝不喝？其实阿旭有不太喝，干杯了吧？不太喝，干杯。哦。你呢？我不太喝。真的，阿慧真的不太喝，他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。对对对，真的不喝吗？老实，我才想。你呢？我少喝多一点。他们讲话很讨厌，很好玩哎。重点是九个字，请告诉我。真的没有喝酒，请看。这个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应该没有。哎呦，要问你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吗？I'm in love。哎呦，答案确定，最简单，请揭晓。蔡秋富模仿大赛一直在进行当中，因为蔡秋富在我们的现场。喜欢学你啊，那这个特色这个是非常明显的，可是不是你在学周玉蔻啊？不是，我在学美环花轮，花轮。我唱歌没有像这样，那个不是美环。其实我跟爷爷比较熟了，爷爷小丸子啊，好像啊，好像，是不是？哦，爷爷。是爷爷，就是我配了。爷爷做个诗吧，爷爷。今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一组的来宾，选了一首他们的歌曲。哦，可是呢，好像也不是他们的歌。哎，讲这种话厉不厉害？厉害，没什么意义。等一下来问一下。好，你这种歌哈，可以用你的特色声音来唱吗？这是挑战，我跟你讲。真的，因为你特色声音听起来比较悲情。可这首歌多有精神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在电视上很少唱。我们听听蔡秋凤小姐用她独特的鼻腔共鸣为我们带来这首1949年的《高山情》。哎呦！哦哦，很特别哦，听快乐的歌会想哭吗？高山情啊，情情情，见谁？你不像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他是假的。高山长青，涧水长来了一句，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，一水成为这青山川。你想用呼隆法？没有没有。一水成为这青山。哈林哥，他比我害怕。你是小丸子的同学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他是猪太郎。不，是猪太郎。不，你怎么没有？高山，你也不会啊。欠的说每一首歌，因为我不知道啊。高山，那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这独特的鼻腔共鸣唱这个歌，唱苦一点，来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阿毛老师给他来一个，要模仿蔡秋凤啊？什么？你哪位啊？你模仿蔡秋凤？你是本人呢？模仿蔡秋凤，来唱唱看。高山情，就错了。见
苦的痴情话。不能和我说，我好像在模仿蔡秋凤。我跟你说，这是唱国语的、啊，国语的不可以哦。对啊，国语。来，我们听听看，有没有人比蔡秋凤还像蔡秋凤？我们从新号开始，好不好？高山长青，涧水长蓝。一句。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，一水成为这情深深。哇，潇洒过，潇洒过。你是假的，他也不是真的，他有模仿，可他也不是真的。我现在搞不懂我是谁了。没关系，不重要。今天上了这个节目，会不会回去不晓得我是蔡秋凤还是我是谁？没关系，请李明川介绍医院去复健。马斯卡进入奖金挑战赛。如果你爱听音乐，那你绝对不能错过马斯卡。雷鬼天团 Mazka 特殊的音乐风格，近期在华语乐坛掀起一阵旋风，不同凡响的台式雷鬼现在魅力登场。最新的乐团 Mazka， 好 ，Mazka 刚刚出道，对不对？是，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的团员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Mazka 乐团，我是主唱 Mazka。哦，一个是马斯卡，我是贝斯手阿修，阿修，我是吉他手萨基努，阿辉，萨基努，大家好，我是鼓手马法六阿胜，是马法六，哎，你哪一位啊？大家好，是马斯卡 MV 女主角小安，以后不需要这个上台唱歌，还要把 MV 女主角带来，有这种事啊？没有，我们是好朋友。而且你很奇怪，大家介绍完你还不讲话，要等我说 cue 你，你才介绍。没有啊，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团员呢。然后穿衣服也不合群，这样子才会有一朵花的感觉。对，我是我们的 CD， 耶，谢谢阿林哥的喜欢。这个跟那个刚刚那个 EP 不一样吧？不一样啊，三人乐队那一下，你要讲一下，你跟前面那一对男女的 EP 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的比较大。好，马斯卡乐团要来闯关，你们有接触很多的流行歌曲吗？其实也没有呢。哇，那你跟那一组其实没有，他们恐怕还比你强呢。他们现在唱不好。心脏，心脏，我是复古歌女子组，好不好？拿弓箭射他。请看。哇塞！哎呀，我们都会帮这个闯关的人精心设计。充满酒精的歌是什么？你看是不是？你看，你一看那酒精两个字就醉的感觉。真的。原名风味点播，对不对？都是跟你们有关的。而且我们刚刚要讲一下，阿里山哦，不是，刚第一首歌叫什么？高山青。其实不是原住民的歌，对不对？是一般人作曲，好像是一个电影。不知道电影是不是叫阿里山的姑娘，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高山青，所以根本不是你们的民谣。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唱法不太一样。到你们高山青的唱法，我听听看，怎么唱？有部落的痛。对啊，阿里山的少年美如水啊，阿里山的少女壮如夏。真的。哦，少女比较壮，壮是壮，你也没有很美。那你住阿里山，你不是住阿里山啊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要进入你们的题库，有什么题库想要了解一下内容的？都蛮有合音的流行歌曲，你们确定吗？好，好了，这个了，对，都蛮有合音。啊，那完蛋了！哦，这边有经典的英文老歌《Only You》的《Platters》。庾澄庆《老实情歌》，耶！舒比都华《世界末日》。哇，有那个，那很明显，老实情歌就放心啦，就放心啦。对呀，庾澄庆1993年的作品。听着唱片第一张音，就像空谷藏一场雨里，一起来，好想爱上你。
感觉好甜蜜，仿佛时间都暂停。请注意，停在你说爱我的夜里，好想你。很喜欢喝酒哈，没有，酒是你的饮料对不对？不对，我不太喝的，我那天不太喝酒。他真的不太喝酒。谁最会喝酒？安青云啊，还有谁？你不用问他，他本身你一看就知道是酒瓶嘛。你们不要跟我说你们都不太喝啊。马斯卡他真的不太喝呢。除了马斯卡以外呢？你们都不讲话，叫我一个一个问，你喝不喝？其实阿旭有不太喝，干杯了吧？不太喝，干杯。哦，你呢？我不太喝，真的。阿慧真的不太喝，他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。对对对，真的不喝吗？老实，我不想想。你呢？我少喝多一点。他们讲话很讨厌，很好玩哎。重点是九个字，请告诉我。停在你说爱我的夜里。真的没有喝酒，请看。这个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应该没有。哎呦，要问你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好像好像可以吗 ？I'm in love。哎呦，答案确定？正确答案请揭晓。第二关，我们也是用台东来的帅哥范逸臣的《国境之南》第二段歌词来考考马斯卡，嘿嘿，这题可让他们完蛋喽。天河宽，在我肚子唱歌的夜晚，请原谅我的爱。真的，对对对，完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一定记得的。棒棒糖的慢慢来。请原谅我的爱，你刚刚是不是这样唱？对，请原谅我的爱。好，还有六个字。请原谅我的爱。贝贝，你伫倒位？哎呀，经过一番挣扎之后，阿辉还是想不起歌词，他们只好使用三选一勉强过关。马斯卡马上进入第三关喽。哎呀，你知道一个团哦，以前的乐团哦，都是那个玩乐器为主，然后那唱的人只有一个，然后有时候主唱也不太好。像你们已经有两个会唱了，我不是说你不好，我说以前的。还有，他也会唱吗？他们全部都会唱，你也会唱 ，OK 啊，棒棒啊！他看起来比较不像会唱，所以他不敢看我。我在讲，他就拿着拿着拿着，最会唱，最会唱，最会唱。你会唱什么样的歌？唱古调吓死人！唱古调啊，对，哎，那唱个古调，哎，我觉得古调超好听，好好听哦。咿呀耶哦。这一团好强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以貌取人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刚刚你唱到一半，祖林有闪一下灯，你真的。祖林说：“嗯，不错，有 feel 啊。”哈林哥，这要换你了哈，多厉害啊！听说你们谁会唱《金包银》的中文版，是不是？是谁会？马斯卡我怎么是全部？你不要推卸，就是你啦。因为我们不会说，你都乱改的，高山青也乱改。我那边听到的版本都是这样。那怎么唱啊？金包银国语的。别人的生命是像金有包银，我的生命不值钱。高山青，怎么能接得起？每一首歌都乱。
乱改，都直接翻译，没有诚意。到我们那边都不一样啊。好了，等一下换你要表演哈，准备一下。接下来你要床拿一关。难道爆表阿妹对唱曲？哇塞！试看看，试看看，试看看，试看看嘛！加油！你把这一题快一点讲出来。难道爆表阿妹对唱曲？来，你讲一遍。难道爆表阿妹对唱曲？来，老师来念一遍。难道爆表阿妹对唱曲？难道爆表阿妹对唱曲？怎么那么难？这一句有。真的很难。泰语，祖灵会保佑你，你好好讲。难道爆表阿妹对唱曲？是不是？哇塞！张惠妹跟张雨生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。三个。张惠妹跟苏芮的和，张惠妹跟萧敬腾的一眼瞬间。最爱的人伤我最深。张雨生，张惠妹1996年的作品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》。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，叫人无助的深刻。点亮一盏灯，温暖我无悔青春。OK 了。点亮一盏灯，然后呢？燃尽我无什么？燃尽我，燃尽我无悔青春。点亮一盏灯，点亮一盏灯。哎，刚刚我是怎么唱？点亮一盏灯，燃尽我无悔青春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答案，请看。啊，那个啦，温暖。温暖我无哪里改温暖？燃尽改那个温暖。温暖我无悔青春，不然燃烧的太暴力了。对啊，太暴力了，要温暖。你干嘛跟我解释啊？又不是我写词的，我也没有意见。应该是哈，确定？应该，应该哈，确定？对吗？他们两个唱半天，他跑着，确定？很会，很会啊！哇，他抽个冷子就冲出来表现，这是我的任务。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答案确定？正确答案请揭晓。你既然这么爱表现，唱一首来 solo， 对，地板动作，地板动作擦还是洗啊？对你有什么擅长？地板动作，这个我不是很满意。你有没有什么音乐的、歌唱的，可以让大家？那我就唱哈林哥的歌。哦，音乐他也唱，你也唱。请唱。来，面色的好来。改变所有的错，让我从头来过。改变所有的错，再说也不回头。改变所有的错，就是我的真。唱完，自己就觉得我唱得不错吗？没有啊，连鼓手都这么会唱，哎，好厉害哦！哇，这一团就是一狗，差不多了，好吧？这样我不能讲比原唱好，我说不出口啊。好，四个人都会唱的，这没有什么歌可以让他们弄啊？卡拉 OK 啊？哇，对，你们要找一首，你们应该找一首你们自己很熟的歌，那和音随时就可以加进去。嗯。八部合音是哪一组啊？布农族，很难。哦，那个就是全部走音。对呀、啊，他们那个没有走音，找不到一个主音了、啊。真的，对啊，真的，你觉得不和谐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说不出来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全部。你在攻击布农族的感觉？没有，很好听，很好听，对，是很好听。你们要唱什么？那个啦，卡拉 OK 吗？卡拉 OK 好了，请看。哇塞！这都是我的歌哎。这边有崔台青，但是又何奈？余风爱在旋转，蓝心湄寄舞女孩，哪一个比较好合？但是又何奈啊？但是这个应该是你们部落里部落常唱的，到现在是不是还有人在唱？对，Top 排行榜前10名。
top 排行榜前十名。top 排行榜，这首歌叫《虽然今》，1981年诞生河南 top 排行榜。还是有河南，天天我还想念你。还是有河南，谁叫我喜欢你？还是有河南，只有把这一份情。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藏我心底。哇塞，慢的，怎么有一种丰年祭的感觉啊？好的，哇，好喝好听的感觉。来，请说。悄悄收拾起，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藏，深。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藏我心底，深深埋藏我心底，请看。我听你们论诶，这首歌。你有抽烟吧？有啊。不抽烟又不喝酒，这种嗓子真是很可怜。你用麦克风讲，你不要不负责任。深深埋藏，赞。等一下，来，我们看他们答案。你们刚刚的答案是什么？哦，你说是深深埋藏在心底。他说我心底还是深深埋在了，埋深深埋在我心底，对，深深埋在我心底，对啦，你又给我摆出那个脸，讨厌要命，每次一得意就很明显，走台步不用啦，走台步，答案确定了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两关你们就到音乐人的关卡，通常第一次来的朋友很难。原名风味，对，好，应该就是我们讲的那种，比如说大家认为是，北原山猫，梨山竹花，对对对，原名风味，哇，中，通通中，真的，梨山痴情花，鲍娜娜，纳鲁瓦情歌，万沙浪。可怜的落魄人，北原山猫，可怜的啦，可怜的，可怜的，可怜的啦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哪里可怜？他是长相会骗人，长相看起来，他是不是准备好了？长得比较坎坷的，坎坷又崎岖啊，怎么样？你们选的是可怜的落魄人，北原山猫，1979年作品，可怜的落魄人，你可以戏弄我。你可以呀戏弄我，你可以呀不理我，爱呀闪闪的，就算你不再爱我，呀嘿呀嘿，见面也该说 hello， 爱呀闪闪的。欸、如果停在那个哦嗨呀那边就好笑了，你们乱唱一阵，你们说对就对了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答案想出来，我们再去。我想知道，刚刚前面那一段是真的原住民的语言吗？对对啊，古调是阿美族的古调，阿美族的，可以求救吧？可以可以，救命啊！你们现在不用考虑了哈，不是这种求救了，不是啊。你以为怎么样？族里的长老会来救你吗？祖灵，头目，不用想了哈，直接进入一字提示，对吗？对，请看，你看看音乐人的第六关，不是这，哎，戏弄，你可以啊，戏弄我，这以前面是不是出现过？对啊，还是玩弄？哎，有没有？我不记得，我不确定。你可以戏弄我，也可以玩弄。第一段是什么？戏弄我，所以第二段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你可以啊玩弄我，你刚有唱哎。对啊，我以为你，可是你没有骄傲的脸呢。你可以啊玩弄我，你可以啊不理我。
哦，也可以啊，不理我。因为这首歌哦，在原住民有很多版本，哎，对呀，哇，你们的合音很复杂，一般人跟不上的哈，把很多歌的合音都放进去了，看起来练得很熟，可是不够熟。真的，这一句对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莎，哎莎，哎莎，同学被你们吓，到底什么叫哎莎？语助词啦，每组都不一样。练一下，练一下，哎莎，哎莎，一二三。爱上，人家不好意思了。观众们起来，一二三，爱上。好的，没有问题了吗？答对。没有问题。来不及了，正确答案请解答。你看，最闷就这样。对呀，败在自己最熟的歌词上。这真的很熟哎。没有人会。解答你们心中的疑惑，一定啊！哎呀，可以啊，甩掉我！新的乐团马自卡，下次就是要第六关了啊！是，第五关失败，第四关的奖金折半送给每个人都会唱的。